以不要关吗？不行，我帮你三封啊。那你抽签时，你可以帮我真的另一帮我三封，好不好？赶快在那边抽一抽了。好，我们派一个代表来抽签，抽签。你要去抽，队长就交给你。队长去，你决定大家的生死。有几只是没有的、啊，你抽就知道了。就是他一抽一中指，没有，其实全部都有。应该没有全员的东西吧？对，没关系。什么？空白的。两个吗？我看一下。真的空白的啦，没骗你啊，真的。你看，我看看嘛。你当然看不懂，我是 ET 的，我在看。在关哦。这个东西哦、喔，像魔戒嘛，会腐蚀。哦，这个的话就是说你们要付500块。500块可以抵免一次，不然就是要三位小队员被关。那你们想要三个被关，还是我们要觉得？要抽一次就关了，关了。然后抽一次，要关多久？关多久？关到你们来救他。哦，对。你们来救他，就是被甩到一次。被甩到一次，不然没有那个天使。那你们有人想要休息的吗？还是想要付500块？500块。耶，那我们最温馨，我们就付给你们。你这么多钱了？我们没有很多钱。钱最重要啊，关人啊。好吧，还是钱最重要，人命不值钱啊，钱比较重要、啊。人那么多，人那么多，关几个嘛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继续去玩。耶，那我们再去出彩彩子吧，耶。拜拜。拜拜。那你要我们不？你要不要去买道具？我们去买道具好。去买限牌卡啊！啊，去买限牌卡，限牌卡可以让直接让过来。好棒啊，好棒！去买限牌卡，快帮我们，帮我们推销一下。全都被关在里面了，推销限牌卡，快！